好，下面我们来讲解这一首指痕曲《男儿当自强》。这一首歌曲，技术上面的东西很单一啊，它的侧重点就是训练我们右手拇指的那个连续拨那个低音的能力。那么要把这首曲子完整弹下来不犯错误，那是有一定难度的啊，需要我们的右手的那个拇指拨低音的那个能力比较强。也就是说你把这首曲子练好之后，基本上你的右手那个拇指拨低音的那个能力会有一个质的飞跃。好，我们从前面开始看啊，这个左手的指法其实都还比较简单啊。首先是几个扫弦，首先是四个四分音符，然后变成了那个首先是四个八分音符啊，然后是变成了那个十六分音符。大家可以用节拍器稍微校正一下啊，大概是56拍这一个速度。好，然后这个低音连续低音啊，八哆换成G和弦，来嗦。好，这里的 F 和弦我们就用大拇指摁住那个六弦的第一频就可以了啊。咪来咪嗦，这个咪来嗦都用小指啊。小指顺势滑到第五品，还是小指啊。好，接下来用无名指摁住第五弦的第八品，这是一个这是一个 F 和弦的根音啊。那说好，你说再到这里一个横按，八分的浮力音符，然后再是一个打板啊，打在面部上面，十六分音符很快的啊，打着很快去拍那个十七品的泛音啊，再一个打板，好，然后进入到主歌部分，拉哆拉嗦，这里有一个，这是一个加花啊。拉拉嗦拉哆嗦咪嗦拉嗦拉，有一个勾弦啊。我这里都是用的大拇指和食指啊。好，然后十五小节，这样 F 和弦不要按完整的啊，这样就可以了。这两个手指这样按着，然后这里六弦第一品。好，在这个手型基础之上，直接把拇指食指顺势往下面移到第三品来，这里是一个击弦啊， Rai Rai Mi， 是吧，很简单。好， C 和弦，从十九小节到那个二十二小节这里为止，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安排的是一个低音的下行啊，首先是 C 和弦哆，然后二十小节 C， 然后二十一小节拉嗦，二十二小节发咪，然后过渡到二十三小节 Re， Re 咪哆 Re 拉，好 ，C 和弦哆 Re 拉哆嗦。按 C 和弦的时候，那个中指不要按进去了啊，没有用到这个地方。相反，第三小节的第三弦的第二品要用中指啊。再换成 D M 和弦 ，D M 和弦你不要按啊，什么都不需要按。好，二十六小节也可以，那个 A M 和弦也可以不按的啊，我们只运用到了它的那个低音。哆拉哆嗦，好，二十七小节，拉哆嗦，好，这里有一个扫弦，八分音符啊。
再喊两个低音，然后29小节，拉哆，还是一个小弦，F 和弦都是这样按的啊，这里大拇指，哎，这一个啊 ，E M 和弦可以不按啊，那个扫弦的时候，我们就扫一二三弦就可以了啊。好，哎，这一个 G 和弦三四小节啊，弹完之后，那个涉及到扫弦的时候，我们要把小指要还原到那个。G 和弦本身的那样一个状态啊。好 好，接下来是一系列的那个16分音符，那个要弹出一种渐强的感觉来啊，开始很轻，这个 F 和弦这里要注意横按啊，横按第八品，然后用然后那一个实际上用一根小指摁住那一个第二弦的第十品就可以了啊。这里我把无名指摁进去了啊，目的是扫弦的时候可以多扫一根第三弦啊。如果你不按的话，那个扫出来它就不是 F 和弦了啊，所以我弹的时候我是这两个手指都按着了的啊。好，顺势吹回到这里一个小横啊。好，接下来这里是一个横按，然后无名指按在第二弦第五品，一弦第五品用小指啊，咪拉嗦发。发用小指，发咪咪拉嗦发咪。哎，这里到46小节的时候，不要按 AM 和弦啊，就这样放开就可以了。咪嗦咪来咪，嗦拉西拉嗦。哎，这里用小指一直这样弄过来啊。还是小指啊，就是50小节的那一个，后面一拍。好，小指顺势滑到第10品，然后食指摁住这里啊，再顺势这样移动到后面来，拉西。好，然后嗦西拉嗦咪嗦拉西。好，这个时候注意了，54小节的时候，马上把无名指放到那个第8品去。弹完之后啊，就是咪嗦拉西，哎，是吧？弹这里，拉嗦咪嗦咪嗦。好，这个时候小指不要动啊，顺势滑到这里第2品来，第2弦的第3品来，然后呢，G 和弦啊，这里无名指按住第3品就可以了。来，咪来哆来嗦。56到57小节这里有 AM 和弦、EM 和弦、D M 和弦，我都没有按啊，都没有按那个完整的和弦，就直接这样。好，当然这个时候要扫弦的时候，你要把那个 D M 和弦以这个手型的基础之上顺势按下去，是吧？好，然后58小节。后面跟的是那一个过门音啊，拉哆拉嗦，拉哆拉嗦，拉哆拉嗦咪嗦来咪拉。哎，又是这样一个 F 和弦啊，横按，这里两个手指放进去。这样呢，这个
这首曲子就那个弹完了啊。这个里面就是要注意，当然最注意的就是我们右手那个大拇指啊，我低音那个要准确一点。然后就是这个里面很多的和弦，你不要被和弦所误导啊，不要这里按一个 F 和弦我就一定要这样按着 ，AM 和弦一定要这样按着。那个不对的啊，我们弹指弹曲的时候一定要以六线谱上面的数字来安排自己的指法，有一些没有不需要运用到的地方我们就不要按啊，这里不要无谓的增加一些不需要的难度啊，知道这一些基本上就可以了。好，今天的讲课就到这里，谢谢大家。